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。下晡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做这朋友观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青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赶紧来看社会新闻哈。这个雨天啊。不是雨天啊，雨天因后生啊，我感觉，我会记得感觉伊感觉一个后生的款。那么伊姓雨啊，雨上传啊。那么伊甲人合作这个开这个医美诊所哦，也惊怖用到招数的这个血啦。那么事业吼啊夭折，又搁传出讲伊精神崩溃啊！来，咱来看内容吼，这是影剧中心综合报道吼。艺人雨天哦，一个上细汉的这个后生呢，伊相传过去总是被外界人吼打伤。靠老爸啊，伊个即个标签啊，哦。那么伫个2013年，才伫个贸易公司上班，拍破着网友唱衰，无满半年就会离职啦。哦，这是网友伫遐讲啊，伊即就是安尼，上班哦不出半年啦，我看伊
意思就是讲水底久无一位烧就对啦。那么伊个即个五言呐、啊、吼，最近转到转道主即个伊米，并担任诊所即个经理。我会记得，哦，这不是吼，迄、那个是敢那敢那是迄、那个迄落个。那么负责行销的这个业务啊，想袂到无到三个月就爆出退股的这个消息啦、啊。哦，那么最近又阁传出诊所使用伊的这个算讲。投资伊个即个伊米诊所，或者罗炳文整形外科，被民众爆料使用伊个即个大尖线材，拢是为了省钱啊！无报关就直接为国外带入来，不但无卫生单位伊个即个核准哦。中间伊个即个价差甚至有三倍这尼啊多啦。那么哩，伊嘛疑似因为事业受创、精神崩溃，伊即个状况啊来复发真侪遍。疫情到澳门的时阵，病情还阁严重到需要爱紧急送医啊。现在。就靠吃药啊来控制这个病情。报道伫个讲啊，伊上传啊个叫伊七岁伊个这个女友，吼、哦，什么？这我都唔知影啦吼。那么嘛，被诊所啊来欺压，替诊所带来了将近八成伊个这个客户，每个月。帮忙赚的营收就将近差不多100万块，却被股东公信找人来做免费的，让伊真受气啊！哦，让伊真受伤。那么女友啊，难挂名，院长必输了哦，薪水扣的时阵只有10000多块。比基本的这个工资还佫较低，吼、哦！对这个罗炳文伊的这个某啦，吼、哦，出面强调啦，无合作的这个纠纷啦，哦，纯粹是双方伫个薪水认知上有一寡这个落差啦，并抱怨伊的这个上班，这个。时间哦有问题啦，已经将股金压来退还。谈到伊个即个女友，还佫伫个讲啦，伊无代志通好做，只是协助即个医生转创一寡啊，即个互伊薪水，互伊安尼啦。无甚物代志通好做啊，吼啊，所以清清采采创一个啊客安尼。哦啊，发一个薪水安尼啦。哦，唔对啦，伊讲哦，因女朋友吼无代志通好做啦，只是协助即个医生转啦，所以为什么要给伊薪水啦？哦，这是即个院长因某伫咧讲的，罗炳文因某伫讲，伫讲就对。那么齐湘泉承认已经离开诊所啊，但是啊，魏忠哦，从中的时阵吸收
到未少的这个薪资啦，哦。那么，伊美事业重心转往这个台北，进攻大陆市场是未来的一个主要目标了。无愿意加讲，啊，甲病情有关的这个话题啊。厝内人嘛谈言啊，有听讲过诊所吼，这个大尖线材弥补这个弥补管的这个代志啦吼，并且伊投资台北医美诊所，吼亲友无用大陆。算讲无亲友啦，毋免用走到遐远台中为由安尼就对了吼。那么甘蔗护林，因为诊所涉嫌使用走私系，而急于退股，切割着这个传说啦。因老母李亚平就对我证实，伊的这个病情再度啊来复发了。那么这是有关艺人于天吼，因后生，那么最近的这个消息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吼。所以嘛，使讲吼，一个人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因老爸啊做艺人，较早赚足侪钱的，了后佫为民进党吼选择的时阵安尼啊。这个这个他是啥？立委哦，敢是立委哦？哦，落尾啊，民进党该拨去不分区的哩，结果了后，拍拼，败无掉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败无掉。这是有关于天因后生最近的消息，提供给大家。啊，来参考啦，吼！安那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黄解说，再同大家拜拜。